好，另外在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的部分呢，现在外传是考试委员吴泰成来接，因为呢他这次担任的是考试院文官制度改革专案的召集人，表现深获的肯定。那么吴泰成的人事案呢，正是极力推动文官制度的考试院长关中强力来推荐的。